咱我们在那个丹霞地貌，就好多人在吵架，是吧？对，然后就我们四个天津人在那嘎嘎嘎嘎笑，哎呀，说说笑笑，和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，大家火气都这么大，然后都在吵架。就我们跟石他不是，主要是那天天已经快黑了，然后去在丹霞，你天晚大家急看不见了，就大家也急，然后又开始挤，然后就开始吵架。我天，还挺听着。视频中的人还一直被人卡个。哎呦，觉得实在挤过他们，我太瘦弱了，不能把天津人放在一起。对，感觉他们在吵架，我们旁边在说说笑笑的。八百米后，在嘲笑他们吵架和收费。对，看热闹。他们就算不吵架，一直面无表情在那排队。好对啊，就感觉他贼气，感觉排队的时候就贼气，感觉就想等着打架呢。就是哎呀，怎么没有人跟我骂呢？赶紧骂我，我就要骂你。没找到机会，终于骂我了。哎，爽，可以骂你了，我感觉是这个感觉。不过还好，这帮人吧，不动手，还挺好的。这不动手，这就一句光骂。节省一下，看到的景观也不错，最后还是从林芝湖这个地方出来的。哦，合着我们走半天，其实还没有到峡谷呢，是吗？这才是峡谷是吗？是走下去吗？我好像咱闪了呢，还是下坡道滑下去？我等那个。哎呦，这应该拍下来，这应该拍下来。拍不到。小心碰头！哎呦！哎，这个真可以，这个是真是可以。哦。在最底下那个，这。快起来，不要下了，不要下了。这是带着，好，快点带着，然后他把这个镜子，唰，带配音啊，唰，扔到那坨纸上，对。他这还有一个订书器，订书器是一个红盖，他把那个红盖呢弄下来，然后这咔一扣，唰，对。不是，这是不是有点夸张？是啊，还能连着卡吗？你再试试看，摇下来吗？摇不动。再试试，觉得你可以。他怎么卡住的呀？就这样都能卡住是吗？他为啥不下来呀？根本就弄不动。能摇动，他实在动了。是吧？他想干啥呀？站着。他们又不敢上，又想上，那就只能在那站着。感觉你不太开心呢，我以为赌徒了，停下了，没想到就停了，好近啊，100块钱，赌徒，那夸张。他的病已经到了晚期了，我们为了他完成他的遗愿来到了。
这个楼梯太累了，妈姨，感觉爬了好几百级，累死了。为什么你会退？你行使劲儿滚，我也能被弹起来。可以，可以了，好疼啊，感觉。屁股离开。这个是重力。快的，快的，快的！看看这丑恶的嘴脸，戴着墨镜都能看见。我下不来，你让他下。让他下。下下下下。下吧。你才被顶了几下，他刚刚顶了我好几十下。快的，快死！平山湖大峡谷，我开了七个多小时到兰州，现在两点了。今天非要给咱唱生日歌，对，差一点就被唱生日歌了，太恐怖了。还挺好，他先问了我们要不要唱，没有那种上来就一堆人过来唱歌嘛，那个太恐怖了。生日来到飞雪班，来一个小礼物，这边有吃的，有用的，一个相框。这边不是黑了吗？等一下给你打印。我给你打印照片，一个微信给打印两张，正好可以放在那边，留个纪念啊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如果有需要唱歌，给咱们这个热闹的热闹一下。唱歌太晚了。我这那么烂。我觉得他那个精髓在那个辣椒，辣椒特别的香，啊，萝卜也挺好吃。我没吃着，全在你那一个碗里。我不是给你吗？我就说，他说，他不够。我那里面没有一片，我都没吃着。一片没找着，我看他吃完挺会捞，我没捞着，你就感觉是比我们那儿的好吃。感觉那辣椒，他这儿的还是汤好，是吧？还是汤。但是他那辣椒一放，我就喝不出来汤的味道了。我在天津吃过好吃的辣子，吃过这么香的，但是他们这个汤在天津没有。车可是够脏了，这儿吧。妈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小灰，辛苦了，小灰灰。小灰，你身上有好多蚊子。这一路上撞死了不少蚊子。再见，拜拜。再见。我送他离开。我们现在在兰州机场，要离开，赶送回家了。我在这，我就想尿尿。我们好像一共开了3000公里吧，我觉得如果来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早起一点。我们有几天起得太晚了，所以，就变成恶性循环了。对，导致这个到的地方又晚，因为这边天黑了，就啥也玩不了，就还是建议早起一点。你早起一点，然后早睡一点，然后这样的话，白天的时间多一点会更好。我们有几天就会特别赶，然后开了很多夜路。就还其实蛮不安全的，晚上开车有很多人开着远光灯很烦。感觉我们也不算特别深度的旅游，也算大，有点走马观花的感觉，是吧？有一点，对，还是有点赶的这个旅程。但是有几个点你深度游，你就有体验感了，就是。其实青海湖也还好，我真觉得挺好看的。青海湖是，翡翠湖也好看。青海湖、翡翠湖真的挺好看的。对，翡翠湖是挺好看的。主要是青海湖旁边没有人。
对，就我们几个人想玩到几点。对，主要是没去他那个景区。对对，青海湖的话就随便找个地方进去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去那个景区。而且这边晚上也冷，白天又不是很冷，就很烦。晚上特别冷，尤其我们第一天在青海湖那一晚上特别冷，对吧？那一开始到西宁的时候，其实第一天就有点高原反应，导致前两天就是很不舒服，就头晕那种，还。体验还蛮不好，但是两天之后就好了，哎，就健康了，就可以开心的玩了。其实有可能我们这个路线倒过来去玩的话，可能会好一些。我和那个车都有了感情了，感觉一上了车就像回到了家一样。把车活了还有点舍不得的，毕竟也陪了我们3000多公里。但这车还真的好，挺好开的，我们三个人都觉得很好开。刚刚去洗手间洗手，水是热的，激动到眼泪都要出来了。